补职课，职课，职课，补课。嘿呦，大家好，频道，我是小峰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做一个极速开箱。开箱是什么？就是这一个东西。What is this?这个是一个麦克风，没有错，是麦克风。什么牌子的？是 Remax， 它的牌子是 Singsong K。Remax 最近是一个不错，蛮红的。然后就是一个红一个盒子加一个，然后我买的是红色的。如果你注意看，是超小个这个麦克风。然后之后我们直接来开里面有什么。就有一个麦克风，然后一个 AC cable， 然后这个是 3.5mm 的这个麦克风， 3.5mm， 还有这个是我最近才发现的，大家注意看，哎呀，对焦一下啊，你看到吗？它这边是两个黑色的pin的，如果你是耳机的话是三个的。看到吗？这种是插去电话的，它就有三个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然后这个我是蛮喜欢的，看到吗？它是镀锡的，它这边有这，哎呀，对焦不到，这边有注明是，哪一边是麦克风，哪一边是耳机，然后。就是这样小个的，然后只要我们把这个插在这边，然后耳机插在这边，然后你就可以用这样小个的东西。还有里面还有东西的，还有一些小小张的说明书，英语版、华语版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warranty 卡，哎，不是。合格书，嘿，有什么耳机？明明是麦克风哎喂！算了，这是防喷罩，就这样子戴上去。啊，可以啊！喂，天生缺陷，不好意思。随便啦，反正这个防喷罩我是没有什么要用到。OK， 就这样子啦。所以这边就一个小的小小个的 stable， 它的支架，它这边是一个夹的东西的，你可以这边它是一个夹的东西，你可以夹在你衣服或者什么，不然。这样子放这也是可以的，这样子完美完美。然后这个就插在你电话咯，更多讲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 test 一下它的声音。 OK，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我们的这个小小只的麦克风，然后我现在是把它夹在我衣服，大概离我嘴巴有整五六 cm 这样。然后如果你们要用在电脑的话，千万不要用 Boss 这样加强你的 volume 的，不然这个麦会承受不了，有可能会爆掉哦。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声音，如果觉得是不错的话，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下，大多数那种 online 的喇叭它全部都有卖的，你只要打 mini microphone 就应该有这个东西出来了。然后最后如果喜欢的话就 like share subscribe， 就这样简单，拜拜。一天罢了啊，过一天你要怎样？哦，很好啊，买啊，他就叫你买啊，很聪明，他就叫你买。刚刚他也是很聪明嘛，为什么他会叫你给三个人都直接给你用？因为他要你 share 给更多人知道。